主人，你给我做了婚纱之后，小卡都说我是迪士尼在逃公主。哦，是吗？那如果要你变成迪士尼公主的话，你最希望变成谁呢？让我想一想，我最希望变成艾丽儿公主。为啥呢？这样我就可以在水里面随意的畅游。原来你喜欢人鱼公主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是说你会做人鱼公主的衣服？ Yes， 走 Easy， 看来主人自信满满的呢。相信我，保证让你成为美美的美人鱼哦。美丽的公主，快来换上你的衣服吧！哇哦，太好了！这怎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？我完全动不了了，主人。这就是成为美人鱼的代价呀！主人，我不要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个王子亲吻了你。